我看皇太后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传国玉玺，哎，而且她也根本不知道传国玉玺会有这么重要啊。你放心，他们找不着传国玉玺和皇太后，我就不会有性命之忧。跟被你推测的一模一样。所以啊，你们不必替我担心，你们赶紧走啊！你们赶紧走，赶紧走啊！爹，既然来了，哪有退缩的道理？你。爹，看我的。老头，过来。坐我。把牢门打开。咱家要带霍光到未央宫面见圣上。是。快点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老夫不走，走！老夫不走，走！你这个狗奸贼，走！老夫不走，老夫与你不共戴天！走走，放开我！走，放开我！走，放开我！你们几个给我退下！公公，凭咱家的武艺，还怕被别人劫走不成？退下！退下！霍大将军，走吧。走。你是谁？竟敢冒充咱家！哼，你是谁？竟敢冒充我苏文？愣着干什么？快给我拿下！你才是假的苏文！快，你们这些混蛋，还不快给我拿下！动手啊！快呀！还不赶快给我拿下！霍水仙！水仙，快去搬救兵！快跑！往哪逃？把他们押进大牢！爹也说病爷的判断是对的，可见我误会了病爷，又骂了他好几顿，现在怎么有脸去见他求他呢？贱人，到了这儿还敢大呼小叫的！你平君，别再自讨苦吃了。笑话，别人怕监狱，我可不怕。别人见牢头狱卒会发抖，我可把他们当成小狗小猫一样痛揍。太可恶了，给我开门！哟，想又行啊，来啊，怕你是猪。江头，没事吧？头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好小子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你到底是谁呀？我的脚啊！你到底是谁？你问我是谁？
半天没。你认识我？我早就听我爹说过你的长相，天生白了一边眉毛。你爹是谁啊？我爹啊，我爹是杜城许广汉，我就是他的千金。你是许大哥女儿啊？是他。还不快给我松绑！是，快快松绑！快！许大哥的女儿啊！闺女儿，幸会啊！这么多年不见，你长这么大了，而且变漂亮了。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我是徐老弟的徒孙。你们？我也是。老大，你得跟我跪手啊，这可是咱们熟人家的女儿啊。我也是徐广汉用棍子带出来的大徒弟。哦，原来你就是梅林鬼江老林啊。早就听我爹说你最没出息最坏了。姑奶奶，你就别写你江老叔的底儿了，好不好？上次你差点毒死我师父鸠摩空，这笔账我还没有找你算呢。在人家屋檐下还能怎么样呢？我只是一条狗啊，苏恩让我下毒，我敢不听他的吗？丫头，你爹也是牢头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比谁都懂啊，对不对？是，丫头，这不怪他。哼，反正就凭你还有你们，你毒不死我师父。算了，不计较。哎，有没有什么好吃的？快给我拿出来，我快饿死了。有没有？当然，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。快去！哎，慢着，霍大将军也要有一份。当然。小小的朋友啊，没话说，快去，快走。哎，我们待会儿就回来了啊。哎，霍大人，我啊虽然没有本事救你，但是我可以照顾你的生活。平君，真是谢谢你，这无端的让你跟着受苦。哎呀，没事，我跟刘冰你一样，都把监狱当成自己的家。哦，这话怎么说啊？刘冰你从小就在监狱里面长大的。哦。人呐，生意这么好，我要发大财了。哎呦，王大爷，叫个姑娘吧。去。什么嘛？张大爷，叫个姑娘吧。你看看那个小妹人不错呀。别吵，我在听琴。听什么琴啊？哎，刘大爷，叫个姑娘吧。哦，叫一个嘛，刘大爷。哎呀，嘘什么嘘啊？你们都不叫姑娘，我怎么挣钱嘛？你们这些猪头啊，我请你们来干什么啊？一个客人都叫不到，我怎么赚钱呢？本都赔光了。哎，就一个小鹦鹉，一把琴，把你们这些美女通通都打入冷宫了。在这儿听音乐，快走啦，快去找皇太后。
霍水仙拜见苏公公。哎呀，稀客呀，稀客，真是稀客啊！何事劳您大驾光临呢？我是为我爹的事情。哦，你爹的事啊，这下可伤脑筋了。他的罪状真是罄竹难书啊。啊，咱家一个小小的大内总管能有什么办法呢？而且今天正午就要行刑腰斩了，这个时候你才来求我，怎么能来得及呢？苏公公，哎呀，不敢不敢，咱家我只是一个废人，怎么敢当大千金的大理呢？苏公公，我求求你，就请你看在我爹他年事已高的份上，他手里已经没有兵权了，对谁也构不成威胁，我求求你，请你饶了他好不好？哼，等到咱家发现他有大威胁的时候，恐怕已经是为时已晚了。不会的，苏公公，只要你肯饶了我爹的性命，水仙愿意替我爹受刑。好，好一个孝女。可惜呀，可惜，咱家我是个公公，要不然我真想怜香惜玉一番呢。你，苏公公，你别以为我来求你，你就可以肆意的轻薄我。哟，大小姐，别发脾气啊！啊，我怎么轻薄你呀？啊，是不是？霍大小姐啊，你求咱家办的这件事儿，咱家可真是爱莫能助啊。不过咱家倒是可以给你提个建议。别再耽误时间了，赶快准备份丰厚的葬礼给你爹下葬去吧。啊，好了，53刻快要到了，咱家还要去刑场监刑呢。苏公公，苏公公，我求求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求求你，是我错了。霍水仙，你真的要救你爹？是，公公，只要你肯饶了我爹，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好，好你个都愿意。小丫头，你放心，咱家不会对你怎么样。但是嘛，你可知道，皇上对你可是很有意思啊。嗯，要看你爹，本来就是皇上的旨意。这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啊，你如果愿意答应皇上的要求，皇上一高兴，说不定就会饶你爹一马啊。而且到那时候，你爹就是皇上的老丈人，这哪有姑爷砍老丈人头的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既然如此，咱家也就不强迫你了，啊！哼，
们又见面了啊。霍光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。霍大将军，想当年你权倾朝野的时候，哼，多神仙啊，绝没想到你会有今天吧。当初你绝不把我这小小的御史大夫放在眼里，今天怎么样，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？啊，这奸贼要杀就杀，啰嗦什么，今天就斩你这条老狗。妈的，慢，什么，干什么？五十三刻已到，该杀了。笨蛋，霍光只是钓饵，希望能用它引出皇太后跟刘病。如果现在真把他给杀了，传国玉玺要上哪儿去找啊？我把这事儿给忘了。不过呢，咱们说归说，样子还得装得像。没问题，装熊咱们俩是一整套啊。击鼓。哭了，聪明的乖女儿，咱家可真是疼死你了啊！水仙，水仙，你答应了他什么？啊？你说话呀！霍光，你女儿已经答应让皇上糟蹋了。不，水仙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水仙，你快走，你别管我。给我把他压下去，让他多活两天。走啊，水仙，千万不要做傻事，赶快离开京城。走啊，水仙，找个平凡人家嫁了，千万不要做后悔一辈子的事儿啊！水仙。苏文呢、啊？苏文，真有你的，朕一定要好好的奖赏你呀、啊！哎呀，多谢皇上恩赏，奴才敏感无奈呀、啊。好，上次水仙差点就进了洞房了，都怪皇后破坏我的好事。哎呀，皇上啊，那一次不能怪罪皇后啊，要怪罪的话，就应该怪罪刘病已呀、啊。对，就怪刘病已。就怪刘病已，嘿嘿，可是这一次啊，人家水仙自己答应我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他管不着，他管不着。皇上，您看是不是今晚就把他请进宫来呀、啊？哎，对，今天晚上我就让他进宫来。哎，好啊，好啊。哎呦，哎呀，不行啊！我要是把他弄进宫，万一要是被皇后再发现了，过来捣乱，又坏了我的好事啊！皇上。您的意思是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苏文，奴才在。朕听说你在城里有一处大宅子。嗯，哎呀，皇上，皇上，这本是犯忌的事儿，皇上饶命，皇上饶命，皇上受罪，皇上受罪，皇上饶命啊，饶命，受罪，皇上，好好好，皇上，苏文呐，啊，别害怕，有朕保你，你怕什么呀？啊，皇上，哎呀，多谢皇上，多谢皇上。苏文，朕想今天晚上。就借你的大宅子一用。哎呀，皇上，没有问题啊，
圣驾若肯光临寒舍，那本是奴才最大的光荣啊！皇上，欢迎皇上，欢迎皇上！好，那就赶紧去准备洞房吧。奴才遵旨。去去去！朕今天晚上可要和水仙。皇后啊，皇上，什么事儿让你这么开心啊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嘿嘿，那么你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漂漂亮亮的干什么？啊，漂亮？哦，漂亮，啊，漂亮！你少臭美了。偶尔把自己打扮一下嘛，难道不行吗？啊，你赏水仙不开花，在那儿给我装蒜。好个水仙不开花，水仙！一提到水仙，连屁股都翘起来了。嗯，没有。哎，哎呀，皇后，水仙关朕什么事情呢？水仙不就是一朵花吗？啊，花儿，你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？你打扮得那么漂漂亮亮的，哼，是去会情人吧？对不对？哎呀，这是哪条乱叫的狗在那胡说八道啊？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，没有嘛！啊，好了你一来京城，完全变了个样了啊！玩也不玩了，赌也不赌了，哼，一心啊只放在女色上面。京城的美女好漂亮。是啊，你色胆包天呢，动脑筋动到皇太后身上还不够，霍光的女儿你也迷恋上了啊？你也不想想，人家霍家我们惹得起吗？我看你啊，是命都不想要。哼，霍家有什么了不起啊？现在已经被朕整得家破人亡了，嘿，朕还怕他们什么？你非把自己搞得身败迷恋不可吗？皇后，你放心吧，啊！哎呀，那些美女啊，朕只是玩玩而已。其实朕的心里只有你一个。别碰我！别生气嘛，再亲一个。哼！哎，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呀？哼，把朕搞毛了，把你打进冷宫。哎，我说亮亮，哎，想当初咱们进柴炭司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这个单位是全皇宫最红的单位。可如今这刘病已犯了滔天大罪，他这一跑啊，柴炭司不是变成了全皇宫最黑的单位了吗？对呀，咱们在这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也不想干了。哎，龙哥，龙哥，哎，怎么了？娘娘来了。这回娘娘亲自驾到，我们又有希望翻身喽！娘娘，是啊，奇怪，只有刘病已才有这么大的魅力，把皇后引来，咱们谁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？哎呀，别管那么多了，哎，你们都过来，都整理干净了啊！皇后娘娘请安。皇后娘娘，咱们个个啊都身强体壮。哎，对，任凭挑选，任凭挑选啊！你过来。我。皇后娘娘。本宫认得你，你是刘病已的好朋友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是啊。刘病已现在不在，任何事情由小的一肩承担。本宫有个任务要交给你，请皇后娘娘示下，小的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去告诉刘病已，今天晚上皇上要跟霍水仙入洞房。
你让他想尽一切办法给我阻止。遵旨。皇上，霍大千金，都准备好了吗？等下皇上驾到了，你可要好好给我伺候皇上。咱家就守在门外，你可别想打什么鬼主意。我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听到了，就把东西拿出来吧。拿什么出来？臭丫头，跟咱家装傻。你是想剪掉皇上的命根子，还是想跟皇上同归于尽呢？我恨不得杀光你们这一群昏君奸臣。哼，下辈子再说。好了，你呀就乖乖的等着皇上来摆布你吧。啊。赌气，我赌什么气吗？我跟个小娘们儿一样，我当初不该甩了就走啊！水仙不会做那种傻事啊！我就跟猪一样，我就跟蠢猪一样，我是蠢猪。哎呀，水仙也真是的，他怎么这么莽撞嘛？就是啊，听说啊，连许姑娘都陷入天牢了。禀大哥，本来三个美人环绕，现在一个都没有了。闭嘴，误事儿啊！大哥，你们呢？多长一颗牙，爱说不会做，有用吗？有屁用啊！对呀，点子。点子拿出来给我啊！点子啊！怎么有点子？没有点子啊！啊，没有了吗？看你们有什么用啊！到最后还不是要靠我。嗯，过来。什么？哎，我跟你们讲啊，现在我们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。快说啊！皇上，去！皇上，奴才拜见皇上。好了好了，免了。皇上，这是您的车夫啊！哎呀，美人呢？朕都等不及了，快等不及了啊！请。哎呦，我说你们几个，给我严加戒备啊！一有动静，马上进来跟我报告。是。皇上，您慢点，小心呢。来。皇上。哎呀，哎，我说朕出宫的时候害怕有人阻挠，所以特别准备了三辆马车，分头行动。皇上英明，总已使那些贼人束手无策啊。不过你要严加防范，不能让人进来。皇上您放心，有我守在这儿啊，绝不让一只苍蝇飞进去。好，让请。啊，水仙，水仙，朕来了。
沈仙，别浪费精神了，这次你是逃不掉的。苏公公就守在外面，就算神仙也救不了你了。哎呦，恶贼，你杀了我好了。哟，不要杀了。这听说你在身上藏了刀，你想干什么？哦，你想杀朕？你未免太狠心了。嗯，好香啊！嗯，好香啊！好香！嗯，好香，好香！嗯，哎，好香，好香，好香！刘贺，你最好杀了我，不然你会被天打雷劈！这对方打雷了！打什么雷？打吧，打吧！这有美人在抱，什么都不怕，打吧！走吧！好你个刘病已，你果然有种！刘病已来了！哎，哎呦，真是刘病已的臭小子！哎，臭小子，你真的跑来送死啊？啊！病已，你跑来干什么？走啊！哎，快走吧，要不然你就完了。水仙。水仙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动你该汗毛的。前两天是我不好，我对不起你。你快走啊，冰姨。水仙，不要说这些了，我们两个生死同命，还有什么好误会的？哇，真的好痴情啊，真好感动啊，真好想哭啊。刘贺，你要的东西现在在我手里。嗯，真的？当然，要不然我来这干嘛？把他押上来。是是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好了，你们两个下去吧。哼，我要的东西在哪儿啊？在他本来就该在的地方，找死！哎，等等，咱们又不是野蛮人，要好好的问他啊。刘病已，你劫持皇太后，把她藏在哪里了？想套我的话，我不知道哎。你别叫嘛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？哎，你这臭小子，你骗我！好啊，把你关进天牢里。天天折磨你，看你的骨头有多硬。哎呦，好可怕呀！我看你们两个一定是没听说过我的故事。我是在牢里面长大的，我怎么会怕你们这一套呢？哼，折磨犯人那些手段可是我3岁开始玩的游戏呀。哎呀，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啊，你先把水仙放了，你要的东西我自然会给你。水仙，大牛，小姐，我在这儿呢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水仙，你没事吧？快，小姐，来，小心点。水仙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那我们快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病已呢？他叫我们不要管他。对啊，我们走吧。我们快走吧。哎，不行。怎么了？我的病一起走。小姐，刘贺，好了，算你狠。这美人正不要了，你把东西拿出来吧。哼，我看你们真把我当小孩子，想用这种方法来骗我啊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说过，
我是最有信用的人，你们把水仙放了，你们要的东西我自然就会还给你们。你放屁，你以为我们是小孩子啊？我们怎么知道东西真的在你手里啊？哼，刘病已，你又在编瞎话骗人了啊？你可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东西吗？怎么办，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。对啊，哎，我听我爹说过，好像是传国玉玺。传国玉玺、说啊说啊说啊刘病已啊刘病已，我就知道你在空口说白话。你知道我们在找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了。你们要找的就是一块猪肉。猪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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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啊！好你个小子，竟敢戏弄咱家。快走，赶快走，要走一起走。对，不要理我，快走啊！谁也别想走，我们跟他拼了。对，二师兄，快把他们带走。没事吧，碧云？没事，快走，保护水仙他们。是把保命的，二师兄，带他们先走。顾水仙，你给我留下，休想！冰云，冰云，小姐，你不要这样，刘姐也帮不了忙，快走吧。就是啊，不行，我要留下来陪他。小姐，冰云，小姐，走啊，走。冰云，小姐，水仙，你干嘛？还是走吧。没想到你小子居然也能把易筋经练出一点火候来，今天我不杀你，以后必成大患。臭小子，你真能打啊！比你好一点啊。臭小子，你给我去死吧！等等，皇上，这小子今天不除，以后就更加难以对付了。哎，别急嘛，也许他知道皇太后的下落啊。你杀了他，我们上哪去找人呢？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传国玉玺在什么地方，可见……哎，这小子滑头滑脑的，你怎么知道刚才他不是装出来的？皇上，哎，别说了，而且朕还挺喜欢他的。哎，刘病已，当初我们还是好朋友，对不对啊？皇上，你虽然是个大混球，不过你的眼光还算蛮不错的。哎呀，这就是喜欢这个臭德行。一个人要讨厌成这样还真不简单呢。彼此彼此了，皇上，我们好哥们儿，一个讨人厌，一个惹人嫌。那你是讨人厌，我是惹人嫌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你是讨人厌，我是惹人嫌。彼此彼此。哎，苏文，赶快把他关起来，慢慢的审问皇太后的下落，好不好？皇上，这我这么说了，就这么问。是，遵旨。走啊，走。他怎么也被抓进来了？冰云，冰云，你被人家打伤了。冰君，你在这儿，我
我没事，没事。你到底怎么样了吗？我来看你啊。你都这个节骨眼上了，你还开这种玩笑？我不是开玩笑的，我是说真的。你在里面，我在外面，可想死你了。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我都不知道我能活多久了，我骗你干嘛？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，爱是犯了乱了陈旧的差错，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。太多的借口，太多的理由，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所有。如果你想离开我，就别再畏畏缩缩。太多的借口，太多的理由，别再问我难过时候怎么过。或许会好好的活，或许会